一般还要什么菜、蒜、一蒜，这个都不需要了，直接是蒜就行了。当然了，兄弟们，小杨哥的钱也太好赚了吧，一口就能赚10000。多少？多少？现在就有10000块呀！10000、2万、3万、4万。我这个可不能跟别人玩啊，别人黑喝了。你喝不了，你这喝不了啊！不是，不是。我今天我想买个，我想，不是我今天真的，我玩这个联盟出了皮肤，我想买个皮肤都没舍得，乖乖，我都没舍得钱，有10000又没了。这酒确实好喝，没让你喝呀，小黄。你不数好了吗？我还没准备好呢，兄弟，我是不是没准备好，兄弟？给钱。你这不暗示我吗？兄弟，我没喝过这么好喝酒，太好入口了，兄弟们。我一般喝白酒都。 怎么了？没事。哇，弟们，太好吞了，一般的酒都吞不下去，这个酒我吞的老快了，兄弟们，一咕噜就吞下去了啊，兄弟们，一般还要什么菜、蒜、一蒜，这个都不需要了，直接是蒜。妈呀！你转啊，看一下啊。你手机呢？毛毛手机是手机呢？ 兄弟让我当面说的，不然我决定退给你。我今天晚上我看到出了个新皮肤，我都没舍得买，早他妈买了，没买到好那一皮肤就几百块，我都没舍得，怪我这一会儿都10000没了。我说了，不真假，节目效果而已。啥？啊！哎呦！ 个十百千，哎呀！刚才是假的，兄弟，你看看。这时候，兄弟们叫小黄再来一杯。刚才我是不是说的兄弟？刚才这个我刚才是这样倒的。哦，你说这样是10000？对，我刚才倒这，我刚才很多人说是第10000，兄弟来，我来算一下，10000、2万、3万、4万、5万，怎么没有一万？ 哦，这是10000，我就确实是有10000，兄弟们。哎哎，大官，我在给他们比，你喝啥呀？你干啥？你不暗示我吗？这是10000、2万、3万、4万、5万，你这不暗示我喝了吗？我很多人说刚才那个不止10000，我给他们看看，大姐呀、啊，我的妈耶，我的亲娘哎，这不算不算啊？我还没说呢，我拿这个酒给兄弟比一下，我说这是。来来来。 刚才发生什么我不太清楚了。小黄又喝了一杯，小杨哥本来想赖账，可他低估了小黄的实力。哎，没事，师傅你要给我，我也不会要的。啊，你要给我，我也不会要的，师傅。哎，给的啊。哎，师傅不要不要，我肯定不会收的。听兄弟们的。我不会收的，师傅不要，师傅太辛苦了，赶紧从你赶回来，又给我转钱，师傅不要，不要停停不要。啊，哦，就让我收了。 小黄看小杨哥，自己扇自己太辛苦了，于是提议帮一下师傅。啊！哎哎哎，师傅别！我咋没记性？师傅别！你自己手打不疼，不然我打你打一下。哎哎哎，师傅别！别！师傅别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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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好了，师傅好了，好了。不是，你说我打的，我打过手疼是吧？你帮我打，对，你帮我打。我手不疼。啊，你来。啊，我轻轻来一下就好。啊。对，啊，你砸点机器吧，是不是？嗯。啊。
是吗？这记性算是记一辈子了，这记性这今天这算成了，啊！小杨哥被小黄赚了20000，还被打了一巴掌，这找谁说理去啊？好，哎，刚才那一巴掌啊，差不多，这个一巴掌，如果我报警，行吗？刚才你那一巴掌，如果录屏，我去，我说你看，然后我被人打一巴掌。 情况下，一般要赔多少钱？给我算一下，报算一下，给个数，好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兄弟们，多少钱，兄弟们？10万，一把10万呢！我听清楚了，好吧？怎么样？要不我给你个皮肤报了吧？啊，打个折6万，6万就6万吧。皮肤17万吧？打折，刚才那个打折已经结束了呀，现在又是个话题啊！你这还在坚持的呀？那肯定啊，刚才那5分钟等你打折，你现在这5分钟都过去了，还等你打折呀？ 对，就跟原件全今天优惠全场10折，今天我刚才5分钟我给你打折，现在5分钟还给你打折吗？10万，还要包吃包住1年？啊，兄弟们，多少钱？10万。是我准备好就打过来吧。不是，我不打女人，我不打女人。我不是女人。嗯。 兄弟们，小王，你看要不这样，那怎么搞？今晚花露水，啊，不要对脸喷，行吧？千万不要对脸喷，行吧？啊，来，行吧，今天咱们到手。小浣熊，小浣熊，宝宝品牌，兄弟们，小浣熊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啊，小浣熊的花露水，马上就好了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！我喜欢男的。你把你的球传开去。 你以为我不喜欢男的吧？你咋了？你们花露，你好好卖，别抖了，我手抖。你把我当傻子是吧？小浣熊花露水，我手真的抖，我手真的抖，我受不了，我手抖，我手很抖，你知道吧？你把我当傻子了？我手真的抖啊！你要忍，我手真的抖。我看看，你忍，你手，你要控制住，抖。 我不是，我认真的，真的抖啊！我认真的抖啊！真的抖啊！抖啊！我控制不住啊，怎么办呀？我也抖，我也抖，我也抖，我也抖。